王露露吗？我就骂咋吧，就骂咋吧，就骂咋结拉吧，就玩这个吧，来。确定喽？我带点狼，你带治疗怎么样？哎，算了，我带治疗吧。我们两个都带点燃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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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泽拉斯强会不会是因为别人没人玩啊？说实话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，就是下路有玩泽拉斯。我说中路，中路也没有这么强的吧？有，那个 DYU 的中单就玩得很好。我看能不能控住。中路不见了，杀！打打打打打！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说，一换二血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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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问题小问题。你刚刚恶龙咆哮了吗？你刚刚恶龙咆哮了吗？什么恶龙咆哮？嗷呜！哪有？有人来了！你慢一下，你按他啊！救我！救救救救！走走走走走走！没事，我在这。哦。吸！牛逼！可以！我先走了，我先撤了。哎呀，他这个意想不到。杀他呀！怕什么呀？啊！他应该死了，我觉得这瞎子。小心那个。狼师，狼师啊！叽叽叽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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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那个蚂蚱，那个他们三单怎么没死啊？我操！你会说广东话不？肯定会啊！你能用广东话跟我说话不？你会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，我只是不会说。直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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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。来，这里打起来了，这里快快快快！丢雷龙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骂人啊。骂人的，就操你妈的意思。可以。我感觉。听我说，直接在这蹲啊！听我说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喵娘们。直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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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。基本上不用。哎，我的 E 怎么没上上去？等他们 ADC 出来杀他一波。我是 DYU 中单。DYU 中单，我查一下吧。啊，你百度可以查一下，对 ，OK。DYU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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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技能了，稍等稍等。
能查到什么东西不？我现在还没查，我先玩完这局再查了。哦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啊。都六点了，要吃晚饭了，还不赶紧去吃饭？去吃吧。嗯，我要去吃饭了。嗯，好。嗯我们下次再玩啊。嗯 ，OK。嗯，你要吃饭，不吃饭怎么行啊？是不是？都六点了，要每天吃饭要规律，知道不 ？OK。嗯，加个好友，下次再一起玩啊。嗯嗯嗯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 DYU 中单超可。超可。对。你可不可以打字看一下 ？OK。我看是怎样的。可以，那我直接。我操，小姐，我带你打了这么多把游戏，你能给我办张卡不？什么卡？我就是斗鱼的那个办卡，6块钱，一把一块，王继超陪玩。一把一块。对。一把一块六块。一把一块。玩了多少把？我们玩了6把，刚刚好啊。6块。嗯。怎么给你啊？我觉得你玩那个泽拉斯挺牛逼的，你可以加个微信转给我，或者那个斗鱼那个搜索一下这个王继超啊，搜索一下王继超，然后你办张卡就行了，6块一次，充个10块钱，王者陪玩一把一块。你真是王者。我真是王者，你开玩笑，我那几把泽拉斯你还不信吗？我操，我信我心态崩了，嗯。我看一下啊，斗鱼是吧？嗯。我打给你了，我。你打字吧。好。这样我不知道怎么搜。王继超，对，记得给我办张卡。这有什么丢人的？这有什么丢人的？王继超，他这里只显示 DYU 训练赛，是这个吗？你不要搜 DYU， 你直接搜王继超就行了。DYU。没用 ，DYU。哦哦，看到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然后呢？然后怎么操作？然后右下角有个充值。收到了。右下角有个充值，你可以充10块，然后它好像只能最多充10块，最少要充10块。你可以充10块钱，然后给我办张卡。礼包那个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可以，你也可以充那个手充礼包，对对对。也可以微信支付，也可以支付宝支付的这个鱼翅，你可以买点鱼翅，对。要不直接转你钱吧，这个我不会弄，好麻烦的。很快的，这个我觉得你直接，办卡吧，这样你就有我的粉丝牌了，知道不？我就多一个女粉丝了。哦。对，嗯，你要注册是吧？点那个手充礼包吗？还是什么？可以手充礼包，对对对，就那个手充礼包有的，对对对对。OK， 要点6次吗？点6次手充礼包还是怎么的？点一次就行了呀。哦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充值成功，对你充值成功，然后右下角那个办卡送出来，背包里面的礼物啊什么的都可以送出来，全都送了，知道没有？然后右上角的关注点一下，关注，送鱼翅，对你充值成功，然后右下角那个办卡送出来，办卡，这个胖弟弟啊，是不是你啊？什么？你这 VID 叫什么？什么什么 UID？
斗鱼 ID 叫什么？就是你这个斗鱼的 ID。斗鱼 ID， 我还没有弄哎。啊，没事。应该是弄什么新人？十个鱼翅吧。对，十个鱼翅，有条件可以开个换神啊。OK， 我们下次再玩，下次再这带样你。子就行了吗？对，这哦。个吃药一一是你是你的是吧？这个吃药一一是你是吧？等我先看我那个叫什么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看什么这些什么主播这些。可以。我操，这就多了一个女粉，看见没，兄弟们？这就多了一个女粉丝。照片，改一下那个昵称吧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我刚骗了你啊！我刚不是说要就吃叫饭去了，豆豆是吧？有个粉丝他，我有个我要带我另外一个粉丝，就是他的那个前面说约好了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哦，没事。我并不是要吃饭你去跟了。我等下还要跟另一个朋友玩。对，嗯。小姐，我有个朋友想看你的照片。谁呀？我又不认识。我一个朋友，他，哦，小姐姐，我想看你照片。怎么给你看？好复杂呀！说实话，可以加个微信啊。我改了这个昵称了。你看得到我那个昵称吗？哪个昵称啊？抖鱼的。我看不到啊。哦。我没有什么朋友啊，我没有什么朋友。有空再玩咯，啊，有空再玩喽，你可以。先去忙吧。好，你去吧。好，那我，好，OK。好。你退吧，我拉我那个朋友。好，OK。你卡办了没？办了，哦，好，谢谢你的办卡，谢谢小办姐了姐。卡，然后十个什么什么卡什么鬼。可以点，你有实战办卡吗？不是啊，我哦，就点了一张卡给你。好，那可以了，那没事了，记得关注点一点啊，我先走了。我关注了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没事，好友加在这了，兄弟们，好友加在这了，下次再带他。OK。